古冶区隶属于河北省唐山市，地处唐山市区东部，距市中心28千米，面积263平方千米，人口36万，全区辖5个街道、2个镇、3个乡，年均降水量590毫米，年均气温10摄氏度，矿产有煤炭、耐火粘土、石英砂岩、白磷岩、貂皮灰岩、竹叶岩、玉砾石、溶剂灰岩、水泥灰岩和煤矸石等十大矿藏，是中国重要的煤炭基地。境内有开滦矿务局所属林系赵各庄、范各庄、吕家罗等等。2012年，古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95亿元，财政收入达21.38亿元。